哇 ，B B 有便便啦 ，Daddy！ 啊 ，B B 有便便。香港配方奶同婴幼儿食品广告五花八门，部分奶粉声称的有效成分备受质疑。有妈妈就话，虽然广告可以提供更多资讯，但佢哋都唔会信到十足。我自己都几相信，我自己都唔系立乱去听你个广告口，我就信你嘅，系嘛？你话啫，我都要去比较，我问下我啲妈咪嘅朋友啊，或者我又睇下睇下啲资料啊，咩消费者委员会啊，又出嗰啲choice 嗰啲选择月刊啊，咁我会周围去做。而家互联网咁流行，咁根本有好多討論區啊，咁我都會去可以去聽噶嘛，我唔會淨係信廣告咯。廣告嚟講，我都係啊幾得意啊咁樣得個知字，咁到真係揀嘅時候咧，我會自己做比較咯。衛生署上個月提出奶粉銷售守則，以自愿性方式禁止三歲以下嬰兒奶粉賣廣告。代表六大奶粉品牌嘅嬰幼兒營養聯會就質疑做法有損消費者嘅知情權。建議規管範圍改為半歲以下。我哋聯會係贊成咧，係母乳係最好嘅食物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媽咪可以鼓勵佢哋咧，就零至六個月咧，一定係母乳餵哺嘅。咁但係咧，係六月之後咧，其實小朋友會接觸到一啲其他嘅食物啦。媽咪要揀啲輔助食物俾佢哋啦。咁喺呢段時間，其實如果媽咪係冇咗呢啲嘅資訊嘅話，咁對佢嚟講係即係冇咗渠道去揾一啲啱嘅嘢俾小朋友，其實對小朋友健康更加唔好咯。佢哋強調。廣告內容有實證支持，政府不應該一刀切禁止。聯會期望可以延長諮詢，讓更多家長發表意見，並且與政府再作商討。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許佩芝報導。